正讲到全国第五十八届科学展览会，之前都有国立的重庆大学人文结束。屏东站派出了三组国小队伍，其中仁埔乡的振兴国小，从全学校六年级十届学生的当中抽了四个来参加，拿到了省份的人文科学课第三名的好成绩，是几个学校有史以来最佳的成绩。这次我们想从实验中了解电能和动能是不是可以互相转换。许多教研出现方程的启发，振兴国小四个学生的所组成的团队，成功利用枫叶的同太阳能板，将风力同叶能板做天力，同研发的过程迪拜，不少朋友累积了许多课堂以外的知识，学到跟课本以外的风力发电的知识。你像我身上变成风车，把这东西加在那边就可以发电了，这样晚上就会发亮。学生的团队也把用风驰天神为主题，得到全国科展第三名的好成绩。学校的因为最大的成就，台小朋友展现付出合作的精神，能做到本职业开发的偏向小高，做得到全国竞赛第八表现实力。孩子们那个默契培养出来，是说我问这一个，评审问这一个 ，A、B、C， 任何一个孩子都会一起回答这样的问题。对偏乡的一个教育的生根也渐渐有了一个信心，也让小朋友培养更好的一个信心。以能源教育为高本课程的振兴国小，学生的团队一路上得到屏东县头名高校，能取得入到全国科展竞赛的资格。学校的认为，古月课程创下的偏乡小教的奇迹，本全校的师生都感觉到相当的光荣。下届新闻陈文林屏东报道。